现在早上七点半，我们要去吃早餐。好，芊芊。啊，早上好像有点凉，有点冷。一二。好快哦！哦，是哦。嗨。我买点放在我店里。嘿嘿嘿嘿。走。200块，我放在店里放的那个，来走，来，等一下宝宝买，只有那里而已嘛哈，那个长的有吗？他们没有，哦长的，哇，等一下去吃早餐哦，哎呀呀，好喝呀，好喝的。自己爱生水嘛，感觉在床边吃。早上还蛮方便的，没有牛奶。宝宝说这个，然后喝牛奶就好。哦，吃青菜，宝宝也要青菜哦。Yeah.
这些国家把这些都喝掉，这盐味没有什么香料，只有只有酱油而已。我比较喜欢吃酱油，有酱油。嗯，哎呦，早让他抓出来吃早餐。对啊，那不超早的，7:30开始。吃的晚就不要浪费。嗯，你要浪费一天的时光。嗯。好棒哦，嗯，很喜欢吃的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他喝啊？他喝牛奶，不是，手机有，这个。喝。喝这个。我先冰的。一岁多，可以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我接受，我接受。有够美的。